呢件事嘅一個投訴咧，係涉及同事咧係違反公務員條例，因為冇喺外邊嘅工作啊，即係喺進行一啲係外邊嘅工作之前咧，係每一個公務員咧都係要係向部門咧申請獲得准許，先至可以咧喺外間係工作。咁呢啲準則咧，其實啊好清晰嘅呢啲準則嚇。我自己做過公務員，我都知道嘅。即係第一，你呢啲咁嘅工作咧，一定咧就唔可以影響我哋政府，或者唔可以影響部門，唔可以有利益嘅衝突。第二咧，一定要有預先嘅准許。第三咧，如果涉及有報酬嘅，更加一定咧要小心。